暗字牌组唔系太大牌量啦，主要都系三三四皮、三四咁样嘅。索尔，对上真娜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为了末日锤。无论而家呢职业猎人啊、法师啊，我只可以讲唔介意。佢哋个玩法好多，而家部电视好多都系冲连，之前都仲可以玩，摆喺度控场或者系黐住好多场嘅怪物。但而家系讲啲全部都系冲锋啊，出发就直接系打面啊嘅方向。呢下我觉得系出错咗嘅。开咗啦呢个，开始开始讲嘢，都唔紧要啦，当抽多张牌。乜嘢好做嘅？我出错咗，如果唔系咧，就可以分物蝶魔杖，又拖咗自己一个turn啦。我又唔系呢个萨满 deck， 唔系玩 rush 嘅，我变咗出嚟，可以选择出火蝶宝等解咗一只先啦。反正佢下班都系焗佢出火球嘅，咁咪又揸佢两个歌星，尽量睇下挨啦，挨得几耐得几耐。咁可能话火球啊、寒冰战啊，咁咪解咗我只火蝶图腾都未定。暂时都未见到有呢个型嘅出现，咁咪出到物蝶魔杖先。又物蝶魔杖，佢有寒冰箭嘅呢个，呢个上弯已经估到了，不过佢选择出咗个法师仔先。佢要解我嘅话，佢都有啲难度。咁我两题啦，而家咧可以出无再加布藤，咁下一弯先可以选择出其他嘢都得。咁又回血图腾，暂时呢一刻系 OK 嘅，呢个算抽得靓。咁佢抽到空切嘅，冇问题啊！呢个六 cost 佢解唔晒啊！呢一个喺佢牌入边，佢而家我谂佢唔太多法术。咁我可以出，系支持啦，召一个图腾啦。射一下闪电箭，应该佢手上除咗七 cost， 佢再有烈焰风暴，咁就冇乜所谓啦。因为始终我都系其实出咗一只法力之潮，咁大把。咁但系如果佢有嘅，佢尊重嘅，咪出埋咯。咁呢个系好 respect 啦，呢个我觉得。咁就可以睇啦，而家六 course 嘅出多只无故元素，召唤一只图腾先啦。咁越后期嘅佢有大火球嘅机率就越高啦，或者啲炎爆啦。有魔爆术都痛噶。要吹就可以吹嘅，而家出火元素，然后喷白丝虫，或者
加机心妖术都得，睇下点啦。加机心妖术咧就想想，睇下我想而家出火元素定系出咩啦？因为如果我用咗加机心嘅话，咁佢我就唔使开二就留不低，如果用火元素就留不低。咁我宁愿摆多一张喺场度，反正有一张牌可以抽嘛，抽多只沉默唔系坏事啊。咁就系啦，九颗碎六张牌，烈焰风暴出咗一张，暴风雪出咗一张。这个其实我不想见到的，伊瑟拉是这么多的 Legendary 上面，他可以说他抽牌，因为他有抽牌机制令到他麻烦。那我要对付的了，但是这只嘢一点都不易对付。沉默了啦，可以选择不理带去28血的话呢，有一样嘢好怕的，他刚刚抽那张牌，如果是除了他之外全部造成5点伤害呢，那就好大镬。这个没人知道，我咪应该出咗去咧，八，呢个我都要做，呢个要做啦，或者佢放只吹石龙出嚟，咁叫吹石龙，啊，觉醒反而好，咁样吹咗去觉醒，我反而有。都仲有啲機會。建議我甩絲嗎？咁下一彎閃電風暴十個走唔甩啦。呢個佢就盡量去放，放幾多得幾多啦。咁就送俾佢咯。咁可以出蒼藍龍啦。咁就睇下點啦。召喚個土騰，跟住再閃電風暴。咁佢出咁啱啱到啦，出咁多，其实大家都系满清嘅。咁而家就变咗我有翻啲牌组，有两只牌啦喺场啦。咁佢拉小火球地，就剩翻一只嘅啫。我应该仲有一张青蛙，仲有一张闪电风暴，闪电战仲有一张。都变咗 ，OK。咁呢个我唔怕佢啦，基本上我都系拉咗火焰水出嚟，可以选择召唤一只图腾。咁啊点啊？用养壮啦，因为唔想再抽翻一图腾。睇下会唔会仲有其他嘅传说牌啦。好，再嚟练功步，再解一轮牌，应该佢仲有一张变嘅。好，有次血术呢就可以改变玩法啦，尽量将长城嘅牌变得最多。有请之云啦。但不是中啦。阿古斯，咁睇下呢关佢冇两张炎风暴用咗啦，一张暴风雪用咗啦。而家我台面上有10点 damage， 如果佢冇坦解唔到我一只话呢只咧，呢个系一个10点，究竟系寒冰护甲定系其他？
呢个系一个好问题，要搏噶啦，因为下一弯我唔死佢就死嘅，八条反制，唉，不错啊，抵消啦呢场，输咗啦，唔记得咗法师系有八条反制，又俾人话招新手啦。真系最新手啊！输咗啦，犯错了，验包神。这场喂冇验包神啫，咁我好彩啦，呢个真系。真系好好彩呢一场，因为咁多牌，如果佢真係有炎流嘅话，啱啱佢嗰六点伤害，佢应该系应该佢做嘅嘢话俾我听，佢系有嘅。